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恩佐不是要复活恐怖宠物吗？雪莉老师，这声音是恩佐吗？雪莉小丽老师，这么久了，恩佐他还是没有放弃让雪莉复活的愿望。校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恩佐，你牺牲了所有草系宠物的生命之光，就是为了复活自己的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恩佐，这孩子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真的那么做了吗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雪莉老师对我到底有多重要？要是没有她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雪莉老师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听说你用魔药把体育老师的腿伤给治好了。我只是按雪莉老师的配方配了神经止痛药而已。我只是给你示范了一次你就会了。不错，真不愧是全年级第一名呢。那今天放学后我们继续研究魔药，一定要来哦。那时候我最敬佩的就是雪莉老师，不仅是因为她厉害的魔法，还因为只有雪莉老师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，一直保护我。等等我，雪莉老师，我终于研制出来了再生药水。真的吗？多亏了雪莉老师的教导，我才能够成功的。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，只要有着再生药水，就算宠物受了再严重的伤也一定会痊愈的。我们现在就试验一下吧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雪莉老师，你的手，这只是小伤，没事的。恩佐，你刚刚为什么不避开呢？我怎么能够丢下自己的学生不管呢？小时候的我以为雪莉老师会一直陪着我，直到那一天。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雪莉老师去世了。不，你在说谎。
们在说谎，雪莉老师一定不会丢下他的学生不管的，他还要跟我继续做实验的。我们都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，可雪莉老师真的已经走了。我不相信，雪莉老师不会离开的。雪莉老师，我一定会让你复活的，就算让我放弃一切。我只是想再见一次雪莉老师的笑容，所以我发过誓一定要让雪莉老师复活。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就算你再想让雪莉老师复活，都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愿望而牺牲其他的宠物。没错，我相信雪莉老师也一定不愿意这样的。你们懂什么？你们根本不知道雪莉老师的。没错，我不需要这种用别人来交换的生命，你赶紧把我的生命之光归还给所有的草系宠物们。不可以，我花了那么多力气才让你复活，而且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啊。你现在的学生已经很有本事了，要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，这不是我认识的恩佐。总之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把生命之光归还的，我也不会让雪莉老师再离开我。你想要干什么？这里就交给你们，我要把雪莉老师带回去。是。你别想逃跑，迪莫，快使用光能炮。迪莫，出光。我们绝不会让你们向前一步的。恩佐，快把我放下来！恩佐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远古的传说，是否有人去证明沉睡的精灵记忆什么时候苏醒？信念的指引，穿越时空踏入幻境，命运齿轮悄悄转动的时刻，要守护的约定。不要犹豫，鼓起勇气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深重世界的正义魔力在你心里。探险路上跌跌撞撞，告诉自己不能轻易放弃。洛克的魔法伴你左右，希望在等着你。成就新的传奇。